如果真的没发生的一切，会不会有人懂你爱你？可能不会有攻击，可能会为了生活忙碌奔波追求利益。那现在的我又能怎么办？把种下的理想全都折断。我不想变得那么烂，为了混上几口饭，把理想全部都打乱。他们说我是个废物，感受厌恶，坠入肺腑。断了自己退路，再转这两位数，不去迎合，成为了我的错。追求理想成为我的过，说我太过懦弱，生活如此落魄，不是需要你们教导我怎么做。希望的是有人鼓励，让我振作。我坚信，依然坚信我的路，把流言蜚语全部打住，哪怕它让我累到吐。